北京话、蓟县话怎么说？家走，骂北京人的。上午等于早些，晚上等于后晌，不知道是知不道，说就不说是豆腐，回家是家走，蚂蚱是蚂蚱，中午晌会儿，不靠谱，没溜儿。昨天是另一个。报半场是吧？哎，下午叫报半场，好不巧，我怎么那么怯呀？我怯了吧唧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，您瞅瞅这个地方好不好看？这呀就是郭家沟景区，这里流水清脆有声，鸟鸣悦耳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举手好看，对。来啊，一，快看我这儿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好了。在郭家沟村的最北面有一座水库，站在大坝上俯瞰，湛蓝的水库清澈见底，在阳光下，郭家沟村的绿地与蓝天白云相映如画，引来游客纷纷拍照留念。